和周先生，先了解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。他说我无理取闹30多年，我就想到这里来说个明白。我那么辛辛苦苦为这个家，到头来还这么拼命的打我，我就想离婚，他不肯。每次都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每次都是你的错，你还不承认错。现在我坚持要来，不然的话我离了婚啊，还说我不好。就是离也得离得心服口服。对对对。我是希望老师和专家们帮我们调解一下我们各自的缺点在哪里。吵起来双方肯定都有一点，但是我的错多一点，都希望改正以后能好好过下去。你平常在他面前会说我的错多一点这句话吗？没说过。所以就很奇怪，你明明对自我有一定的认知，可是却就不在他面前表达。假如说我错了要说一下，我要我知道，不要让我猜。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错，都是错在我这里。调解才刚刚开始，周先生便急着忏悔错误，但显然刘女士并不想买他的账，而且直言丈夫平时的所作所为跟今天根本不一样，仿佛周先生只是戴着一副假面具在说着乖巧的话。刘女士隐忍了30多年的委屈就像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。到底是什么让刘女士坚定了离婚的决心？首先让她饱受刺激的便是周先生有一颗有恃无恐的玩乐之心。我的小媳妇生了一个宝宝，因为我那孙女吃了奶放下去，她就走鼻子里面吞出来，我就坐了3个晚上，抱着一个人抱在床上坐着，守着守着抱着手上睡，完全没法睡的那种。到了3点我实在是熬不过去了，我说你今天在这里睡一下，你帮我抱一下让我睡一下，下次我实在是我的头晕。他说我不在这里飞眼，我明天要做事，你说做事我就不让你去了。后来在下面打牌打得死了定着，第二天又在下面打牌，又没回家睡觉。在第3天吧，我又求他吧，还是不同意吧，怎么都靠不住，从来不会体贴我。后来打到10点吧，我儿子说爸爸那是在那里打牌呀，就吵架呀打架呀，那个声音那么大，10栋房子都听得到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我就起来，我就把我孙女抱到我媳妇房间里面去了，我叫我儿子抱一下，我下去一下，气呀，我就把那个电动车一脚踢翻了，踢翻了。他就听到了反过来看到我，他就爬起来了，爬起来我气得把那个酒瓶拿到打过去，打过来我马上就跑了嘛，跑了他就追我打嘛，我就跑了，他没追上嘛，他脾气来了，我还能在那里让他打，我就跑了呀。我根本没向着他打，打的那个墙上去，真气得难过。你这样有用吗？没有用，无非就是发泄一下而已。他讲过你死了我还是要打牌，都是这样。就我儿子那个楼下就有人打牌的那里嘛，电动车放在大门口，我就骑电动车的时候看到那里，他那个老板娘就叫三缺一叫我打牌，我就喜欢打牌的人嘛，我就坐控制不住了在那就打了嘛。周先生沉迷打牌，对家庭事务毫不关心，气得刘女士拿酒瓶砸，满街追着他打，闹得好一通鸡飞狗跳。如果说周先生打牌只是不承担家务，刘女士可能撒气发泄一下就过去了，但是她却未料到周先生对打牌的执着和沉迷竟会到这种地步，连房子都差点给烧没了。我2个儿子都有房子，他们叫我就住了，我就说实话我们婆媳住久了怕有点那个，我就租房子，租房子我那个婆媳关系还特别好。后来也是我回家嘛，我就拿了20000块钱回家，拿砖来去围墙，那一次他不知道我就回家干这个事，这浇水泥有几百个平方的地方，我全部一个人在家里扛下来。你已经习惯了这些事儿都你自己来做是吗？我租的房子就是摆了一张床，前面摆了个小小的桌子，在烤火的东西嘛，他把那个衣服全部堆在那个上面去烘嘛，去打牌了，后来着火了，他是别人踢开门了，
你气不气啊？你把别人的房子收了，我赔得起吗？说衣服在那儿烤着，人去打牌了，没管了。锁起门来不管了，人家脚找不到了。这孩子还是后来我到警察证件，人家说，哎呦，你呀，差一点点了房子，你老公，我们交都交不找不到我。他说还是我儿子看到我，看到那个烟钱嘛冒出来了，把门踢开了呀。我说真谢谢你们的，他以为不我不知道的，他以为人家不告诉我的哈。我就问他一套睡衣呢，他说，不知道哎。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啊？啊？你收了是吧？收了。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哈，你那么要打牌要紧的，你把别人家的房子点着了收了，你怎么赔呀？他说，你每次不是这样吧？你不是这样考？啊？我说我每次这样考，我数的这里的，你搞清楚了。我说他怪到你头上。哎，他什么责任都会推责任，他承认出来不承认自己错。把衣服给点着了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以前看到他也在放那上面烘衣服嘛，我就也放在那上面烘嘛，后来出去打牌的时候就忘记了那个事嘛。你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有危险性，烧都烧着了回来还要说你不也是这样做的吗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这个口气说的，我那时候知道错了，我说话都是知道自己错了。我讲我以前也看到你这样哄我，也所以我放在这上面哄。那时候他骂我，就让他骂了嘛。我知道我自己错了嘛。我真的没骂他，出来不承认自己错。回想到这一段，刘女士依然气得头发丝都要竖起来。可周先生的回应有点过于轻描淡写，他和刘女士口中描述的那个丈夫判若两人。不管周先生有什么借口，但因为打牌房子差点都要烧没了还找理由撇清过错，实属不应该。周先生这种只要打牌就全然不顾所有的心态令刘女士失望至极，这也是她算不合格丈夫的原因之一。然而刘女士说，丈夫就算是不打牌，生活上也根本派不上用场，